一好两坏。这球出棒，速球打到右边方向。这一次再次找到林家伟接到以后，这次要进，赶快回传，回传，哇！跑者直接死在板垒之前，形成了第三个出局数。林家伟精彩的雷射间化解了这个半局的危机，在三局上半，荷兰队仅仅是添得两分而已，2-1，1分领先中华队。